来到了最繁华的夜市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哦，这里有围楼组，围楼特别行。Do you wanna get like me? Spend some days on me. Do you wanna get like me? Spend some days on me. 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之间很流行这种围炉生活，其实还很有这种生活的气质。哎，这围炉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哦。看看这小姐姐，好胖，好吃吗？我的妈呀，太酸了！我突然想起来，我那个拍碟仙的时候，一点暖气都没有，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电，都是发电机取的暖。然后我们大概五六个人都挤在一个5平方米的厕所里，我就前面放了一个暖气片，就这么待着去。12月份、1月份，零下得有7、8度了。然后当时就觉得在那个小厕所里边，有那个烤出来的橙子的这种香味儿，觉得特别幸福。所以你说什么是幸福？明天一定会更好，就是幸福。你要有这个信念。现在吃的也不酸了，甜了，甜了。生活就。